吃的，我刚干完一件大事，我必须要自己吃一串。你是女演员，得保持身材，你的肉啊，就让我替你承担了吧。谁说女演员非要瘦成竹竿的？哎，傅小明，我看见你偷吃我鱼蛋了。真是小气的朋友。谁小气啊？全给你，全给你。可以搭配吗？我的小说有新素材了。这就是赵曼儿的官配啊。赵曼儿，你认识？请问你是？我是。金胖，这是我们班最爱睡觉的中韩混血金胖，我发誓。他在寒假之前还是个和我差不多高的小胖子。